制品形成屋，以藤编和木皮等自然元素，将饭店优雅的休憩氛围带入空间，完成夫妻梦想中的现代风格宅。在今天的节目，将教大家三个重点，打造悠哉舒适的现代居宅。我们会先介绍如何善用隐藏式门扇做简化电视墙线条，接着解析如何让隔间墙与收纳结合，不让过多的柜体占据空间，最后了解如何善用建筑原有的优异条件，引入采光，还能拥有一个北欧风格的大阳台呢。玄关处以复合式柜体维持海量收纳，并保有视觉简洁。客厅电视墙后的主卧与书房以隐藏设计打造门片，让电视墙看起来整洁利落，门片的分割也成为主墙特色。简化线条后，让材质说话。玄关柜以深色木皮搭配藤边作为透气口，柜体利用墨绿喷漆打造内看的现代风格。空间内收纳柜沿着梁柱设计砍入，餐厅旁展示柜也特别做45度角切线，避免突出的柜体阻碍动线，相对的空间感也大幅提升。本案拥有宽敞露台的优势，除了可以打造阳台休憩区，增加度假风情外，保留大面落地窗，大量引入自然采光，提升卧室的舒适感。找出空间特色并与屋主需求做结合，知遇室内设计刘启全、陈玉如、方仁凯三位设计师，弱化门片分割线，保留空间完整度，并沿梁柱砍入收纳机能，将饭店的悠哉与居家生活的温度包裹于现代风格宅。